快乐在耳畔啰嗦，青春笑出了酒窝，爱是雨滴化作糖果，一颗颗洒落，阳光流转在眼波，吻着记忆的段落，好多情节舍不得说，我在心中发热，反复重演清风与星月落满天。小时光岁月长长，慢慢脚步慌不忙，远方的天空暖暖洋洋，像初见时的晴朗。小时光慢一一芬芳，说话中自在的生长，幸福中到底怎么样才能不生气啊？不知道，你想想吧。怎么是你啊？露露呢？我刚不是都和傅佩说好了吗？他去补妆了，傅佩在山上去兜风了。啊，行啊，那你快走快走，让露露来开门啊。是挺帅的哈、哦，嗯，来来来，快快快，带着。好了，好。哎，你头发有？哎，没事，没事，师兄自己来啊。啊，好了好了，哎，我们拍照拍照，快！准备好了吗？一二三，茄子。笑什么呀？还拍不拍了？拍拍拍拍！拍啊，当然拍啊！不然100多万就白花了。我不拍了。哎，楚楚笑，100多块钱呢，你打水漂了。快点拍！能不能找我自己的照片？谁照片？谁照片？你还想冒谁照片啊？没给你洗成黑白就不错了。哟！谁呀？哟，小女人。大步沿线，来，靠里一点，小易，你这一蹬大师的法号得撤了呀！站住，快快快，3、2、1，茄子，哎哈，行，快，3、2、1，茄子，哎呦，好飞呀，我的妈呀！来，顾一，拍张照，来来，哎，你开心点，摆 pose， 来，再来一张，出来。哎，别拍了，快看，谢雨云给你们买的。哦，谢谢张教授。好看吧？好看。哎，师姐，你看，我们刚刚照的，怎么样？哦，照的还挺好的。好看吧？好的，好的。哎，这个好，这个好。嗯。我在图书馆，你在哪儿呢？谁帮你系的领带啊？我帮你整理一下。怎么样？哎，这张。好看吧？哎，思多同学，教授好。哎，让他帮咱们拍一下。好啊。哎，思多同学，我们有个同学回家了，帮我们拍个合照吧。可以啊，我来摆位置。快来个摆位置。来，师姐，顾一，来来来，快。哎呀，顾一，快来快来，师姐，快快快，谢谢。你站顾一位旁边。你就是传说中的顾一的司徒墨啊？你就是传说中周磊吗？你认识我呀？有时间你可以常来我们实验室玩。哎，你们俩干嘛呢？站近点，中间放钢啊。
哎，师姐，你干嘛呢？哎，来来来来来，快快快快，站好站好。好了，看看，谢谢你。哎，我们合照吧。啊，不行。可以啊，来。好。哎，哎，顾魏毅，我是要跟他合照，不是跟你。哎，拜拜。好吧。一、二、三。好了，我可以走了。教授，再见。走了，拜拜。哎，顾魏毅。子墨，顾魏毅，谢云师姐送你的花。哎，换一个。讨厌。哎，顾魏毅开窍了，知道送花了。是啊，可以呀，就木子没有。赶紧送，赶紧送，快点。都要送花呀？那可不。今天什么日子呀？那这个呢？哎，怎么不要啊？玫瑰生气了！快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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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你这送的什么花？快点！怎么还有菊花？长了腿还追不上他，这都追不上啊！你都给我绕晕了！别生气，果然，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！加油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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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加油！一、二、三。别闹别扭了，你们俩都不打算合照吗？不拍了，不合照。哎呀，来，好了，赶紧的，我要拍了。换一个。再换一个。我拍不了，我要吐了。我来，我来，我来。几张啊，默默，等我一下，不要跟着我。球场那么大，我就不能是来踢球的吗？好啊，你去踢啊。没球。那你踢我啊。不敢。有什么不敢的？你都敢让别人给你打领带了。他偷袭，我是污的。是吗？我看你挺享受的。看，被我戳中心事，无话可说了吧？你胡说八道。胡说八道，不要跟着我。我都说了不要跟着我。你能不能讲点理？好，我不讲理，我不跟你说了，我要回宿舍，我再也不回你那个破家了。干嘛？哎，你放我下来，放我下来。你到底怎么样才能不生气啊？不知道，你想想吧。一点点的感觉，一点点的浓烈，平淡的生活都转变，像被温柔占据吧，故事颤动着几月，鼓足勇气许下诺言。你这是想的什么办法？什么？没有，我就说你明明很会谈恋爱嘛。我觉得也是。你先放下。
饿呀，你饿吗？饿。可是我们每天吃饭怎么办呢？要不我们去蹭饭吧，付费说好要请大家吃饭的。不去。你该不会还在吃付费的醋吧？师姐也说了要请吃饭。骗我干嘛？骗你的师姐去啊！你不准笑。回家，我给你煮粥吃。你又不会。那你教我。我才不教你呢。你不是很厉害吗？你不是什么都会吗？干嘛去？来喝粥。一样的粥吃三天了，最后一顿了，以后想吃也没了。我吃完了。怎么了？你过来看看这水管怎么了？不出水了，是不是坏了？停水了。停到什么时候？我没看到通知啊。我忘记交水费了。张教授今天答应我先给我项目实验费，发了马上交。那我先交吧。不行。你可以发了再还我。不行。你真的要这样吗？走吧，希望我先泡壶茶。不喝了，不喝了。找什么呢？空调遥控器啊，喝了两口茶有点热。别找了。为什么？停电了。啊？我没交电费。家里有点闷，不如咱们出去走走吧。走吧。又要带我来批评乒乓球啊？都说了上次是我状态不好。不是因为球拍的吸水有问题吗？那也是一方面原因。你确定要打？输了可别后悔啊。还是你开球吧，省得我开了球你又接不到。不用了。你确定啊？我南大张一鸣的水平你不是没有领教过的。你到底还开不开？我都跟你说了，我是南大张一鸣。不要这样看着我啊，我是不会手下留情的。我发球了。来呗。你再来。你发球，我不信了，来！
不玩了，不玩了。那我赢了。你怎么会乒乓球了？又是突然就会了？都说了上次是我状态不好，这次你的每个球我都用正手拉弧圈球，这样拉出的球连续性好，前冲力强。知道你厉害了。我饿了。那回家吃。家里没水没电怎么吃啊？那我想办法。我有钱了，那我们出去奢华一把。好，走。我们可真奢华，泡面都不买袋装的。这样会不会不环保啊？你不想刷碗的时候，怎么不想想不环保的事了？那我们买个洗碗机，反正过几天我还有奖学金。不买。你怎么老想买这些啊？你看，泡面咱们都买这么多了，米也买了，榨菜也买了，就算世界末日丧尸爆发，我们也能比别人多活半个月。所以我觉得我们现在完全有能力、有环境撑出一个洗碗机。不买。我早就想研究一下洗碗机的构造了。你看看这个参数，高温70度，杀菌率高达99.99%，买回来咱们不亏的。圆圆跟洗碗机，你选一个吧。真乖。距离考试时间还有15分钟，你们抓紧时准备上班走了。我呢也是这段时间项目结束有空，你呢？我申请了延时离校，临时住在研究生宿舍，到时候直接把行李寄去北方大学。那你不回家一趟啊？付费不让我回。他不让你回你就不回啊？那以后你读研他怎么办啊？天天以泪洗面啊？他想跟我一块儿去，但我没让。为什么？咱们这儿对本地应届毕业生有创业优惠政策，他要想开公司的话，还是留在这儿开比较好。就他那样还开公司呢，他挺有创业头脑的。我看你是被爱情冲昏了头脑。那你这算异地恋呢？对啊，我觉得异地恋太惨了，每天跟空气谈恋爱，要我肯定受不了。你跟顾威一天天低头不见抬头见的，你们本来也不用担心这些啊。珊珊，你看。我刚刚收到这个的时候，乐得一晚上没睡着。哎，突然就毕业了。是啊，我还记得露露刚来的时候，连蚊帐都不会挂，还用洗衣液洗苹果。那个苹果还是你吃的，珊珊。我知道这个时候不能太煽情，不然真的会哭出来的。不是，你看，
这是我第一次做家教赚的钱，我怕一次花光就藏起来了，藏着藏着我就忘了。我发财了，800块呀、啊！大傻子，天哪！喂，我考完试了，也收拾好了。我还没收拾完呢，而且露露跟妞妞都不在，我想等他俩回来吃顿饭再走。那你慢慢来，我先去趟实验室。你好了再找我，过来接你。好呀。陈安，露露跟妞妞什么时候回来啊？露露去跟阿珂看电影去了，虎妞去办理人事档案了。那我想去食堂吃个饭就这么难吗？而且一会儿我还有事儿，不能陪你一块吃饭了。好。你记得把不要的书都送去宿管阿姨那儿啊。好吧。那顾卫义，我们一会儿回实验室再对答。我从今开始就不住在实验室。你住在实验室？啊，对啊，我为了方便复习考试。江教授知道吗？他知道肯定不让我住啊！我之前在实验室里养一只猫，哎呦，他跟我说的。你还在实验室养猫？你知道实验室的仪器有多贵吗？有什么损失你赔得起吗？实验室有实验室的规则，这事儿我得上报学校。顾卫义，是得要把我住在实验室上报给学校。还有养猫，你最好做好写检讨准备。养猫的事情我有参与。顾卫义，你不要替他说话了，我知道你是被他逼的。不是师姐，你是不是对我有成见啊？你为什么总针对我呀？我对你有什么成见啊？我就事论事。师姐，你就是对我有成见，这事根本就没有你说的那么严重。没有那么严重，要是说严重了能影响你出国的资格。师姐，这件事还是交给江教授处理吧。怎么了这是？什么事儿让我处理啊？周雷他住在实验室，而且还在实验室养猫。周雷，你怎么又在实验室胡闹？江教授，我是为了多点时间复习考试。实验室有实验室的规则，而且这么多仪器呢。好了好了，我知道这事儿了，我来处理吧。啊，那您打算怎么处理啊？哦，这事儿不用上报学校吗？哦，师姐，我有个实验结果一直有点问题，你帮我去看看吧。哎，你帮我去看看。那你去帮他看看，帮他看看吧。啊，都来了，刚过来。你说的挺对的，我最近是挺情绪化的，主要是啊，我前几天去相亲，碰到了一家子土大款，趾高气昂的。最过分的是，我们吃着饭，他女朋友突然进来了，还砸东西。真的太奇葩了。不是吧？就是那土大款还吹牛说自己儿子是我们学校的校草。我不知道你认不认识，管理系的叫傅佩。我不认识。就是那种人你怎么会认识呢？没有素质还自以为是，根本跟我们不是一个档次。结果晚安，我已经到宿舍楼下了。啊，我下车了，现在校门口，等我一会儿。好。傅飞爸爸。啊，是你啊？你怎么来学校了？反正我不是来找你的。叔叔，您都不了解我，您为什么这么不喜欢我呀？我根本不用了解。傅佩这小子他自己找的女朋友能好吗？还不都是冲着我的钱吗？我跟你说哈，你要再跟他谈下去，我不会给他钱的，你也什么都捞不着。叔叔，您说这话我都不知道您是在侮辱我还是在侮辱您儿子。我没时间跟你废话，我是来找解释的。上次那顿饭那臭小子把我的脸给丢光了。叔叔，我理解您反对我跟傅佩在一起，因为您还不了解我。但是您怎么好像连傅佩都不了解呢？嗯，我不了解他，那谁了解啊？你了解吗？您知道他有自己开公司吗？他开公司，用不了一个月准关门。
他这次开公司用的是他从小打赢篮球比赛攒下来的钱，大家都以为他是仗着家里有钱乱玩，但他这么长时间以来没有跟你要过钱吧？他要我也不会给他呀。您的儿子是个喜欢闷声干大事的人，但我知道他主要还是想得到您的认可。他开个公司我就能认可他了吗？其实我想说的是，傅佩比您想象中要成熟得多，我希望你们能好好坐下来敞开心扉聊一聊，而不是像那天那样摔东西来解决问题。珊珊，你来这儿干嘛？这学校是你开的？那倒不是，那你自便吧。等等，听说你要开公司了？怎么，怕我跟你抢生意啊？你先把营业执照办出来再说啊。我已经办下来了，不好意思啊。走。太为难你了吧？没有，我觉得你爸还是挺好沟通的，没有你想象中那么可怕。沟通？嗯。他是不是给你钱让你离开我了？一百万？没有。一百万都没有，真丢王八乎的脸。你回去啊，帮我宣传一下，要不然你那书也没什么用，是吧？好嘞，谢谢阿姨，阿姨再见。再见，阿姨，我的书放这儿吗？放这儿吧，自己称一下。好嘞，一块钱一公斤啊，多少钱你自己算。你不是学会计的吗？一共11.5公斤。哦，11.5。阿姨，我没有零钱还您啊。别还了。你帮我把这个分一下类，看看有不是教材的呀，给我挑出来，好捐出去。好嘞，11.5。姑娘，你是不是好久没回宿舍住了？找到住的地方了？哎，您记得我呀？当然记得了。你老晚归，当时我还说你来着，你还挺不高兴的呢。我那时候实习特别忙。知道人家晚归呀、啊、都是有男孩送回来的，就你一个人一看呢就是孤家寡人的加班去了。怎么样，现在有对象没？喜欢什么样的呀？科学家。那你算找对人了啊。哦，我爱人就是搞科研的，他带了两个小伙子，那非常不错，有一个长得可帅了，就是有点傻乎乎的。不过你俩这年纪……阿姨，我有男朋友了。哦啊，那就好，我就这么随口一说。其实要搞对象啊，也不能找搞科研的，一天到晚就知道看书，说话呢又听不懂，做起事来吧也奇奇怪怪的。这睡觉啊，睡着睡着突然间起来就说要去算报告，一天到晚的就知道往家搬机器。现在睡得挺好的，比之前的好多了。司徒墨，师姐你好，我找归义。哦，他刚离开实验室，你给他打电话吧。啊，好的，谢谢师姐。师姐再见。啊，再见。这个女孩是谁呀？她是归义女朋友。我们专业的吗？不是，好像是会计还是广告的吧。那他们能有共同话题吗？我看你跟顾威义在实验室挺默契的，以为你们俩。我也不太了解他们的事情。啊，师姐，江石刚刚找我，我去帮他批俩卷子去了。啊，好的，我得去图书馆查资料。拜拜拜拜。魏毅，你女朋友刚刚到实验室找你了。哦。我刚去实验室找你了，没找着。我猜你在图书馆。等我，我来了。
你喜欢的女孩类型和我想象中不一样啊。为什么不从物理系找一个？关你屁事。什么？我女朋友是什么类型跟你没有任何关系。你刚才在实验室说的傅佩是我朋友，我觉得她没有你自以为是，而且比你有素质。另外，你不要再欺负周磊了，他好像进过商管所。心情好像很好的样子啊。惩恶扬善了。真的是奇奇怪怪的。今天我在收拾行李的时候找到了800块，我们就把它花了吧。意外之财不能留。行。有没有女朋友？有。你看这个。看到了。这个怎么样？我把沙发换个颜色，换个心情。好，去买单。那个好看，我喜欢这个。走吧。这个蛮好看的。嗯。兔子好可爱啊！你看它表情。你怎么了？无精打采的。我觉得逛街比做实验还累。你就是缺乏运动。我每天都在进行脑力运动。那你厉害。这些都是客人们自己做的，你们也可以自己做陶瓷哦。要不我们来脑力运动一下。可以。Situ Mo，嗯，这就是你的脑力运动结果。这个很难做的。那你拿回家放在床头慢慢欣赏吧。你用点劲儿，你使劲拧，使劲拧，使劲拧，把底下粘上。好了吗？好了。哎呦！
谁都替代不了，都只剩一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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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身边环绕，感觉到爱一点一点一点点的明了，睡觉都会偷笑，就是如此让我心跳，让甜蜜一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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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慢慢的发酵。好了走吧，是的。好，大功告成，耶、yeah！ 哎呀，终于收拾完了，累死了。啊，好像都是我收拾的吧？我也有。也有帮忙啊。你怎么回来了？找你。找我干嘛？借钱。你还会找人借钱呢？就你那什么特等奖学金花完了？司徒墨这么赔钱？还没发。借不借？你要借多少？我借多少你就能给多少吗？你先说说看嘛，毕竟我是富二代。5000，过分了、啊。那500，50。再见。白手起家的商业巨鳄，创业初期总是收入百亿，我忍。爱你的嘴角，爱你的。睫毛，爱你的发梢，爱你的味道，眼神中的讯号，嘟嘴的小骄傲，是你专属表情包。爱你的语调，爱你的撒娇，爱你的微笑，哦，爱你的拥抱。你猫咪般讨好，我防御全部无效，这感觉谁都替代不了，勾着手一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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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身边环绕，感觉到爱一点一点一点点的明了，庆幸和你遇到，睡着都会偷笑，就是如此让我心跳，让甜蜜一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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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慢慢的发酵，烘焙出浪漫的味道，手一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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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身边环绕，感觉到爱一点一点一点点的明了，庆幸和你遇到，睡着都会偷笑，就是如此让我心跳。